再有去算到你今年阿姐结婚了。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子，你会选择跟她告白吗？现在就叫我冲啊，冲！索拉，其实我对你，我想要一份鸭鸭吐司。热鸭吐司吗？哦，强强，等一下有没有？哎，喂，人家现在没有公公嘛，你就先让给亮亮嘛。你跟他配嘴啊？你又在讲什么？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，最都会时尚的好戏，女力报道。要杀我了！